见，谈吐温和。泽无君，孟公子，孟公子，拜礼已散，还不回去歇息吗？孟瑶特意前来拜别泽无君。拜别？孟公子，不如盘桓数日再走啊。适才拜礼之事，多谢泽无君转还。严重了，孟瑶告辞。聂宗主，西川，你别管。聂宗主，你我若是异地而处，不会。明觉兄，西川，让开。息怒。宗主，明觉兄，明觉兄，你又何苦如此啊？不必放在心上，明觉兄那个人就是恩怨分明，嫉恶如仇，他只是怕你走了歪路。嫉恶如仇，难道我就是恶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泽无君不必挂怀。可否打开藏宝室，让我们一观？二哥，既然叫做藏宝室，里面放置的东西必然是要藏起来的。忽然让我打开，这……打开。你我相交多年，无论怎么说，我对你如何，我已无异于贤都之外。燕虎符也已经交出，今夜国后就要远渡东瀛，此生都不再回来了。你一意孤行，要策划乱葬岗那场大乱时，我就曾经说过，二哥不必再叫了。나의두눈을감으면떠오르는그눈동자带我一块死吧。蓝湛。